好，我们来看一周刊报道嘛，总统密会赌盘大亨陈银柱，其中提到马大姐马以南扮演了相当的角色。而今天有人加码踢爆，前立委钟武六表示，地方很多人是听说马以南跟黑帮之间互动密切，负责帮马总统整合黑帮势力。总统地方这么热情哦，那为什么之前有建组头的事情，要不要讲一下？被爆料正是组头陈银柱，马总统出席活动低调当作没听见，但不止周刊爆料马总统跟地下牵赌的组头有互动，前立法委员周五六在加码指出，马总统的姐姐马以南也跟黑帮势力互动频繁，都有了，你去找了，那各角头兄弟都有了，都有跟那边那个国民党里面高层的都出犯了，尤其那个他姐姐也有了。根据周刊报道，马以南在2008年大选时就和组头陈银柱走得很近，选举期间为了募款动员不时和陈银柱见面，后来马以南和陈银柱互动变少，在这次大选转而跟陈银柱的大弟子秦祥玉互动热络。马以南曾经以弱势的名义向企业界募款和秦祥玉一拍即合，但秦祥玉因为涉及吸金案被检方收押，两人互动往来关系才曝光。马英九总统的选情如此告急，然后透过他的大姐从在台湾从北到南去整合啊这一些地方的一些角头啊甚至于在中国也透过这些啊帮派的势力去整合，目的只有一个，是为了浮选。但国民党立刻发出马以南否认声明稿，指出周刊所写的内容都和事实不符，的确曾在公开场合认识陈银柱先生，但双方极少见面。马以南跟马总统被质疑跟黑道有关系，让马总统清廉自持的形象蒙上一层灰。三立新闻综合报道。